传说中的毒爆僵尸，穿着一条花内裤，人称二爷。有很多小伙伴留言说最经典的毒爆僵尸，你怎么还没有还原？那今天我就用积木来还原毒爆僵尸。这两个小方块呢，又是他的花内裤。其实他裤子上印的都是小爱心，但是这个技术有限啊，所以我就把它抽象化了。哎，你看，其实这样也是有点像爱心啊。哦，好吧，总之这就是他的花内裤。最后再来还原二爷的头。那喜欢植物大战僵尸这个系列的小伙伴，千万别忘记帮我点赞哦。那最后还差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他的眼镜。哎，你进来了，你再戴上去看看。The zombies are coming. 准备好了吗？开始组装。关于植物大战僵尸，你还想看到什么呢？评论区等你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